好，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说法。换言之，西医认为仪器检查出来体内的异常形态、异常指数及组织受损皆为疾病本身，且都有可能是导致病症的原因而需治疗。但仪器检查出来的结果，除组织受损属疾病之外，所有异常并非疾病本身症的不适感、功能紊乱及体力虚弱与状的组织受损，故异常属衰老，不可作为医疗治病的对象。又衰老的异常与疾病的组织受损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，所以是果而非因，不会直接导致病症。若将其当成疾病之因，就会犯下导果为因而说疑症多因或果生果的错。再者，透过按推病症相对应之原始痛点，若有改善，即可证明真正导致病症的原因是他处体伤而非异常及组织受损。若无改善，即可证明真正导致病症的原因是患处体伤。虽然异常及组织受损并非疾病之因，但原始点并不排除异常形态及组织受损可能会造成患处体伤，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。即使如此，只要热能不足得以改善，身体就可自行修复异常形态及组织受损所造成之患处体伤，从而达到自我疗愈疾病的目的。可见原始点从因治病，不必再细究体内有无异常形态及组织受损。至于异常指数只是抽象的数据，不会造成体伤，与疾病完全无关。综上所述，可见西医从果治病，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作为主要诊疗对象，明显犯了导果为因而说疑症多因或果生果，与将衰老异常当成疾病而使病人变多的过失。如此诊疗不仅不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，还超出了医疗治病的范畴。讲到这里，你们有没有睡着？没有。看得懂吗？看懂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我这一次好像讲课哦，忘了放影片给你们看，因为以前都要影片来佐证哦。我发现哦，现在我写的清楚哦，好像不要影片，你们好像也可以听得懂哦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最后这一段哦，换言之再来谈一下啊。我们看到换言之那里啊，你们再看啊，我再慢慢解释啊。好，这里就是再做一个总结了。有这种换言之，西医认为仪器检查出来体内的异常形态、异常指数及组织受损、组织受损，皆为疾病本身，且都有可能是导致病症的原因。既是疾病本身哦，也可能是疾病之因哦，所以他要不要治疗？西医认为要，这是西医的一开始就设定的，对吧？这个不是我讲的，你们去检查或做什么都知道。你们今天有病去，为什么要去？就是为了这些，检查出疾病本身，或是真的身体还有什么其他疾病来，就是为了这个。好，那这个人不能成立，前面都已经论述那么久。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就开始一一点出来。那仪器检查的结果，我们承认组织受损是属疾病，但除此之外，所有的异常皆非症也非状，所以它不是啊，它只是衰老而非疾病。那如果你要处理，把它当作主要诊疗对象，你已经怎么样？超出医疗治病的范畴，因为医疗很明显是为了解决什么疾病，而非衰老嘛。所以这样说来，这个异常能不能作为主要诊疗对象？不可以，这里就做了一个结论。
不可作为医疗治病。好，接下去来谈，这是疾病本身的角度来看，接下去从疾病之因来看，又衰老的异常与疾病的组织受损，皆由什么引起的？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。所以是果还是因？当然是果啊。所以既然是果，它就不可能导致疾病的原因嘛，这个已经再清楚不过了。那如果你硬说这个是疾病之因，检查出来是疾病之因，那就犯了什么？犯了导果为因，而说一症多因或果生果的错，是不是？包括组织受损也是哦，这里已经不只涵盖异常哦，连组织受损，你说这是导致疾病的原因，也是错的。组织受损是果，不可能导致另外一个症状出来，就像状不生症一样。这个前面已经讲，就不再多说。好，所以它会有说是疾病之因，也会犯这种错；说是疾病本身也是错。好，那再用原始点来剖析它，就更清楚了。因为原始点，它就像一面照妖镜，按推原始痛点，既是治疗，也是诊断。如果我们按推它检查出来，哦，就是说异常啊，组织受损是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，你只要按推看看，如果有效，它所有的讲法通通不能成立。因为真正的因是什么？他处体伤嘛，开关只要一按就好了，你还说什么？就像前整个屋子都是黑的，我找到开关一开就亮了，那你还敢说电灯坏掉吗？你敢说电线有问题吗？当然通通不是，这些说法通通不能成立了。好，那如果万一我开关开了，电灯还是不亮，按推无效，那我们就确定，哎，这里灯或电线真的可能出问题。那即便是这样，异常跟组织受损也不是他的疾病之因，因为他是果嘛，前面已经论述过了，也不能。但是他跟这个电灯不亮有没有关系？还说来说去还有一点点关系。万一如果他像白内障这样已经太大，造成患处体伤，再由患处体伤导致，这种可能在存不存在？存在。好，那我们就说好，唯一一种可能，到了第二种就是揉了没有效，患处体伤，那我们也承认有这种可能，但也不是说你是疾病之一，你是间接的，间接导致。那我们就怎么来处理呢？我们这里就有讲，好，看下一页，好。这里哈，哎，这里有红色的，你们注意一下你们的笔记本哈。这里我若按推有效，就可证明他住体伤有没有，而非异常。你们的书写异常形态，把形态杠掉，这两个字是多余的。有看到吗？第八页倒数第八行，好了，找不到就不用找了，回去再杠掉哈，有看到吗？找到了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好，有大部分找到了就不用说了。好，这是如果揉了有效，好，那这个异常跟组织受损，他们检查出来，通通不能成立。那揉了无效，这个就可以证明它是患处体伤所导致的。来，我们继续看下一行，好，所以。虽然异常跟组织受损不是导致疾病的原因，但原始点怎么样，并不排除异常形态及组织受损会造成患处体伤，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。那这样前面也说过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是认为西医处理异常形态是可不可以，或组织受损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这种情况才可以。那好，我们就从治疗的角度再来看这，再看下面。好，即使如此，因为这些异常形态也是由什么引起的？患处体伤引起。那患处体伤，你只要热能不足改善了，它会不会修复？会嘛？所以我们前面就有说过了嘛，这个原始点还是有办法处理的嘛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原始点只要。从因改善热能不足，还是可以达到自我疗愈的目的，你们也不用担心。
即便有这样的情况，西医可以处理，原始点可不可以处理？也可以，也不用再。好，那只有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才认为西医处理，这些坏素体相的异常形态是有道理的。只有这种情况。好，那我们最后的结论很显然，这里还有一句话，就是那这里特别提出异常指数啊，它只是一个抽象的数据，会不会造成坏素体相？绝对不会。所以异常指数我根本连提都怎么样，不想提。那如果从这样来看，你说他的检查，如果你们担心这个异常形态或组织受损造成患处体伤，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，那这样去检查还说得过去。如果你是为了检查指数，什么指数出来，那这个意义就怎么样，完全没有，完全。所以很多人去抽血检查那个什么，指数的分析，我认为这个是真的是完全多余的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血是宝贵的，不要随便被抽了，抽了还要付费，这个怎么算都划不来。聪明的各位，你们都应该很会算的。好，那很显然最后的结论也说清楚，这些西医的仪器检查结果能不能成立，真的还不能成立。我现在都是说理事，没 一点一滴的说出来，对吧？那最后他如果这样做，他会犯了几个过失。什么过失呢？导果为因嘛，而说一正多因或果生果的过失嘛，还有一个什么过失，老病不分的过失嘛，让患者增多嘛。那如此诊疗最后的结论是怎么样？第一个，不能反映身体的真实状况嘛，你有没有病你检查是检查不出来的啦。然后如果检查出来，然后去处理异常，这样也超出医疗治病的范畴嘛。他医疗就是解决疾病，又不是解决你衰老。要解决衰老的你也找错了，不应该找他们，是找我们。只有我们才可以治疗衰老，对吧？我们现在这两年就是在玩这个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补充一下正跟壮的关系，什么青春痘那些放给大家看一下。青春痘案例，症状会不会生出另外一个症状来？我们来做一个实验，这里有没有青春痘又加上痒的？有没有？哦，真的？那你痒不痒？你现在痛是吗？太好了，出来。好，那我们来证实，你现在哪里痛？那为什么它会痛？你去挤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轻轻的捏它就会痛，对不对？他认为他刚好有一粒也在痛，那我们来做做看，好不好？马上做。如果青春痘会造成症状的话，那我揉完会有一种状况，就是不会好，因为它痘痘有没有消？不可能立即消的，有没有？这里痛不痛？这里呢？这里呢？这里痛了。哦，好，这里痛不痛？这里呢？这里呢？好，那来，你慢慢起来看看。好，你再捏捏看，那个感觉。好八成了以现在再来看过去的影片啊，有很多是需要修正的。皮肤痒可不可以抓？可以，加姜粉泥就可以抓了。患处可以啦，对吧？以前是不能，都可以啊。原来以前你看到现在的进展，你在看这些影片，哎呀，我现在都不大敢放过去的。那所以他如果用现在的方法，他那个痒很快就结束了，也不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呐。
啊，热言直接。那前面几个哈，正不生壮，壮不生正，啊，一样的道理，都在讲这个关系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。但里面我大部分都是解决他处体相，因为他处体相最快，痛揉几下就好。但总在这里影片中都没有处理，你们知道怎么处理的吗？啊，比如青春痘，应该怎么样？用力戳它，把它的青春揉毁掉，是吧？啊，确实是这样。现在的角度是一定要涂姜粉泥，然后还要戳它、揉它，啊，甚至让它甚至更肿一点，甚至怎么样？哎，但是它修复就快了，是要这样做。那脖子这一粒呢？要不要处理？怎么处理？要不要摧残它？要了哦，你们现在以后看到什么不平之处，都想把它弄平，对不对？好，确实是可以做的，但要懂得善用乐言。啊，那脚踝肿的，现在你们也知道可不可以揉？可以，可以的哦。啊，所以你看哦，这一段的时间的进展大不大？你再来看过去的影片，啊，所以我有时候在放这个，有时候就有一点汗颜了。但是我真的是一路走来，不可能就知道哇，原来患处还是可以这样做的，啊，以前就只知道重用内外热炎，但这个重用内外热炎有没有错？没有错哦，还是重用内外热炎，只是还要服务于什么配合按推患处，按推患处是配合，也不能做主导的哦。你按推患处不可能把肿瘤消的哦。如果没有热炎，那就更危险了。你看那个乳癌，那个血流那么多，你一直按推，它一直出血，结果它没有热炎补充，会不会危及生命？会的。所以按推患处绝对是怎么样，配合热炎才能成立的，没有内外热炎，它不能成立，单独不能这样用。所以我刚刚讲的湿疹，哪里痒不能抓哪里，对了一半，不能说全做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第一个条件你要抓有条件，你要配合姜粉泥，然后姜粉泥一边敷，然后一边抓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把症跟状也解释清楚了。那再来，组织受损，体内的组织受损，我已经说过了，它还是属果，即便它造成患处体伤，哦，比如我们举白内障，那原始点能不能处理？可以，直接怎么样？按推没有效，直接用姜汤怎么样？清洗眼睛，然后再来呢？揉眼睛是吧？哦，眼闭住，哎，可以用力的。但用力还是要眼睛承受得了的，啊，不能超过。我们按推或热炎的使用，都要以患者能接受吸收，啊，感觉温暖舒服为主哦，不能超过了，超过有时候也是一种伤害哦。好，啊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白内障的案例，洗眼睛的白内障案例。在2015年的时候，我的眼睛就开始蒙了，已经分不清黑跟蓝色，看电视机很刺眼，连人像都分不清了。到2016年的时候，我就去换眼镜，检验眼镜的朋友就告诉我，我的眼睛已经 80% 长白膜了。过后我在 YouTube 那边找眼睛的案例，我就看到有一个案例是用姜汤洗到眼睛好的，我就尝试用淡姜汤，用棉花来洗眼睛，洗一天洗很多次，但是没有什么效果，我就改用浓姜汤，一天滴三四次，晚上滴三四次，滴三个月过后滴下去啊，那白膜哦就会好像白沙那边在外面了。然后晚上滴的哦，早上起来我用那个淡姜汤来洗眼睛，不要太冷，也是要温温，就是这样啊，把眼睛。
我的眼睛在里面转，眼球转。这样会不会辣？现在不会辣，以前会。反而眼皮是辣的，那个眼睛就眼球不辣，它就不辣，它很舒服。白沫哈都出来了。滴姜汤下去啊，浓浓的哈，白沫哈很快就融化。滴下去的时候很刺，眼睛盖住，等眼泪流出来是黏黏的，那个黏黏就是白沫融化的。然后温敷，温到眼泪流出来也是黏黏，其实就是白沫咯。白沫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你还看得到；白沫出来的时候，眼睛会更蒙，黑眼就给那个白沫盖住。你看东西蒙蒙白白的，一定要一直在滴，滴到那个白沫干净，眼睛才会亮。有一个朋友在雅加达的，他滴到白沫好了，连他的近视眼镜都不用戴了，那个是真的。每天我用岩石点调我的身体呀、就是每天早上打八段锦，过后我就喝姜汤。我的姜汤开始是2L的水煮成一半，煮两次，每天喝姜，没有喝白开水，就是喝姜而已。如果有觉得不舒服，我就揉头不舒服，我就头部岩石点。然后如果我觉得整身很弱，我就整身的岩石点。非文症案例。婆婆今年80岁，身体健康，性格开朗。2018年9月的一天中午，我发现她经常在眼前抓东西。我问她抓什么，她说时常有只苍蝇在眼前飞。我说没有苍蝇，那是非文症，你用姜汤洗眼试试。因为自从我学习了原始点，我就让婆婆每天喝淡姜汤做保健。婆婆很听话，开始用洗眼杯温姜汤洗眼睛，每天早午晚各一次。平日温热性清淡饮食，运动每天不少于2小时，主要是拜佛、散步、保健操。大约20天，飞蚊症没有了，到现在半年多了，没有再出现过。我是这样洗眼睛的。上下眨眼睛10次，左转10次，右转10次。开始洗很辣，后来就不那么辣了。我每天洗3次，大约20天，飞蚊症就没有了。这方法太好了。愿意把这个案例分享给大家，希望更多人受益。感恩原始点，感恩张医师。啊，这里直接清洗是最快，但是如果要配合安推，可不可以？绝对可以。那你看他左转时间、右转时间，其实也是运动。在我看法，对不对？配合运动，让整个吸收热源效果更好，而达到修复体相，道理其实都一致的，啊，所以这也是蛮好的一个方法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些西医，因为检查，我说他们把这些检查的异常当作疾病之因，有没有问题？有，绝对有问题。那这样处理疾病会不会好？我们现在来看这一系列的案例。脊椎压迫案例。他说刚好来这里玩，然后就听了我1个小时，他刚好求医无门啊，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，所以冲进来问。台湾20天前，我突然间脚麻，躺在床上是不会怎么样，坐着还好，一下床就看整个脚血气不通，可是已经困扰我很久了。我核磁共振照了4、5天，啊，中医针灸吃中药，西医吃止痛药，肌肉消炎的，我已经差不多25天了。既然来了哈，他也有所贡献哈，我稍微帮他处理一下啊。现在麻这里是吧？好，哦哦，我一
一枪就中要害了，一下去我就知道这里一定很痛，很痛，对不对？好，忍一下，好，我轻一点，这样可以承受吗？好，我先轻啊，这里也痛啊，痛，好，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。所以跟这里跟腰椎有没有关系？没有，我帮你梳啊，不能让患者痛太久哈，这是我的原则。退下来看，看看那个腿还麻烦。嗯，真的好很重，真的，可是很痛。中医西医看的太多，因为我认识很多朋友，医生的朋友，各说各话。我这就正常的乱七八糟。骨科主任，包括院长什么，都是要核磁共振呐，要开刀，我不敢开。啊，这好，这下没麻烦，只是我尽量管他的，我就冲上来，找对了再讲啊，而面子是另外一回事啊。哎，真的不麻了。真的。现在我也是发誓。脊椎压迫案例。那我们请这位李先生出来，把你的症状，然后西医怎么跟你讲，跟大家讲一下啊，大家来讨论你的病情。我是本来是一开始是手麻脚麻，然后讲说要是什么症状就去西医检查，他有没有做很多一连串的检查，最后就是到那个诊断嘛。结果他的判断就是我的颈椎跟腰椎都椎间盘突出。夹到神经，去看报告，他就叫说你就留下来开刀。因为我听了很多，跟我太太讨论一下，好，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不要开刀。现在的症状就是手比较没有那么麻，可是我脚下半身就是随时都是麻。新的症状就是脚很胀，走路也很小心，也不能跳，有时候走路的感觉是鞋子。掉了都不知道，神经已经没有什么知觉这样子。那西医还跟你讲，如果不开刀会怎么样？他说不开刀很严重，他说有时候会瘫痪。西医哈、哦，那个他们会说果会生果。西医的理论就是手麻跟什么，跟颈椎有关。但手麻我看那么多，没有一个跟颈椎有关的，跟体伤有关啊。这个揉一揉就会好。那你现在手还在麻吗？我现在手指间是麻的感觉，就是好像我们手去摸冰块一样，动动的感觉。现在还有？现在还有啊，左手已经不太提东西。为什么不能提？啊，就提起来这个筋很酸很痛。那你提的时候是哪里酸？我提的提这个就痛。我们来看看它跟颈椎有没有关。擦药。你现在这里出力就会。酸嘛，酸这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先帮你按按看，这里痛不痛？这里不会痛。这里呢？哎，我越来越痛啊、哦！后面就不会痛，这里就不会了哈、哦，所以都集中在这里嘛。好。好，这个哈、哦，既是诊断，也是怎么样治疗，所以。跟这里颈椎有没有关？马上就可以答案。来，你放下来，你现在再出力看看有没有比较改善。酸没有了。酸没有了。我把你拿掉。西医讲的那么严重，说跟颈椎有关，我现在就做给你们看有没有关。所以异常会不会产生症状？他说这里异常啊，颈椎压迫要开刀啊。那现在我有没有处理他的颈椎？没有。所以我是处理这里啊，他现在在找痛啊，我知道找不到而已。指尖来麻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指尖哪里麻？指尖是最后面都会麻。食指都在麻。我们现在来处理他的指尖看看。这里是吗？这里有酸，啊，这里都没有。好，你现在再摸摸看你这个指头。不用摸这个比较轻微了，你确定了？两手不一样。哦，两手已经不一样了哈、哦。好，那你现在脚是怎么样？脚就是很胀。哪里胀？就这个地方。哦，小腿肚。哦，小腿肚胀是哪里引起的？上背部哎，来趴着吧。这里痛不痛？这里不会痛的时候跟我讲啊。会酸。这里酸了哈、哦，好，
我现在帮他处理的是小腿肚，那有没有效？这样就知道。好，我们起来看看。左脚比较轻一点。有减轻啊？右脚呢？没有那么胀。没有那么胀哈、哦，有减轻哈、哦。好，你走过来看看。眼睛走路哈、哦，舒服啊。哦，现在那个比较踏实是吧？那是不是我这样处理有没有快？椎间盘突出案例，你这个我刚刚都讲过了，我已经看了，这个重点在找开关，而不是说你脊椎突出，这个都不会造成的。我还是一句话，我就是要请教他们处理开关在哪里啊？对，现在他们要教你。椎间盘突出案例，李先生51岁，桃园县人，2008年4月因运动造成左边属膝部以下疼痛，延伸到右脚至无法走路，医院检查不出病因，2008年9月到长庚检查出腰椎椎间盘突出，并开刀治疗，2008年10月出院后回家，一周后又因疼痛再度住院，腰部以下两脚疼痛至无法站立，以抗生素及类固醇治疗有好转，20几天后出院，一周后又因疼痛再度入院，2008年12月进加护病房观察，2天后再转入普通病房，以类固醇和吗啡针剂治疗，并在长庚医师告知下用冰敷处理2周，但病情仍然逐渐恶化，之后只能整天卧床，腰部以下肾腿足底都痛，无法下床站立与行走，2009年1月6日经张昭汉医师处理后即可下床，患者自觉疼痛感减轻约50%，2天后即可自行从林口长庚步行出院。射护腺癌案例，102年11月被检查出射护腺癌，并且有转移骨头，而且是属于晚期。103年10月因为腰痛接触原始点，操作过程中改善很多，因为运动突然过量又不忌口。104年2月因为腰痛、肩椎痛、大腿骨外侧疼痛。104年3月23日因为全身瘫软无力无法行走，挂了急诊，医生说肿瘤压迫到神经，需要开刀处理，让神经减压。开刀住院半个月，对疼痛一点减缓也没有，而且一天吃4次止痛药，打吗啡针、吗啡贴片，还有电疗，对疼痛一点改善也没有。4月15日。我拿四脚助行器来到基金会做学习体验，当天我的疼痛就减轻一半了。我每天的原始点操作过程，喝姜汤，75克干姜，3000cc 的水熬煮到700cc， 温敷24小时，按推，每天按推2次，运动爬山爬楼梯，不吃寒凉食物。今天5月5日，从行走困难需拿助行器，短短20天，我现在可以爬山了。非常感谢基金会诸公菩萨们，更感谢张医师创立原始点基金会，还有感谢
协志师兄的照顾与辅导。对啊，先看这个心态，对，要全部把它紧张看这个心态，对，需要一个运动啊。谢谢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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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，不会，谢谢。大家早安。今天特地啊来这边感谢张医师，还有基金会所有志工菩萨们的照顾，所以我今天才有重生的机会在这边跟大家讲话，感恩大家，谢谢。足弓痛腰椎开刀案例，你哪里痛跟大家讲。现在还在痛吗？他说十年了，好不好治疗？这个小 case 啊。装的固定器在那边，有两个椎间盘，都是固定器，所以跟面诊说我的腰又出问题。我问你，为什么足弓痛，他要开你的腰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是因为我的腰有滑脱，我那时候椎间盘引起的足弓痛。对，所以他建议我开刀。然后他说，他的病人有这种 case， 也因为这样子好了，就去开了刀，反而更惨。就没有好，我马上帮你做。干净，是个小 case， 脚就伸上来。我看了，我是有信心的。你这里痛是吧？对，我这里痛，两只脚。好，我先做一只脚。我跟你讲，就按在这，忍一下。啊，这里痛不痛？这里也痛，但是刚刚这一点最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不要？忍一下，忍一下。啊，这里痛不痛？这里也痛是吗？好，这里开始痛啊，这里啊，这里最痛，中间这一点。哎呀，多了。好，上面这里也痛吗？上面这里就不会，就是这一点开始痛了。哎呀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好了，你也叫够了，我揉好了，这个不用，这样不用一分钟就可以解决的，干嘛要开刀？我现在要帮你敷完也那么痛啊？啊，我轻轻的，这样可以吗？轻轻的，啊，可以哈、哦。我轻轻的摸而已啊，好，现在舒服了吧？舒缓一点了。好，你去走吧。不用那么小心，就好好走。哎，啊，你跟大家讲。哦，真的是。不痛了啊、哦！胆结石案例，曾先生50岁，2011年8月7日凌晨3-4点腹部剧痛，检查为胆结石、胆发炎，并被医生告知会引起腹膜炎、败血症等。建议手术摘除胆囊，患者到基金会经张医师按推后，疼痛立即消失。之后半个月疼痛2次，家人处理缓解。今天凌晨到3-4点了，我就忽然肚子痛醒起来，
啊，一直忍了超将近五点，受不了又把我弟叫起来。我本来想要叫他送医院，然后我弟就帮我做按摩啦，还有热敷，看能不能减少我的疼痛，可是还是受不了，所以就送去医院了。啊，医生就做 X 光跟超音波扫描，还有验血，他说我胆有结石，啊，产生发炎，啊，发炎可能胆囊会破掉，胆汁会流出来，可能会有腹膜炎或败血这样。啊，建议我们胆囊要拆除。啊，可是我弟弟，他就说拆除这个那么大的事，先我们考虑一下，所以我们就没有进行手术，就直接出院。啊，我弟就带我来基金会这边，原先我以为是找中医啊，结果来是听课，我就又痛，我就那听课我就听了一下，结果那个医生有给我做一个简单的那个的按摩。来，你上来看。诶，不痛了，不痛了。好，就自从那张医师看过以后，到今天就两个礼拜啊，这两个礼拜就只痛了两次啊。那痛了之后，我弟就帮我推拿跟热敷啊，那就状况就比较没那么痛。半年后，其家人告知曾先生已痊愈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哈。那个异常形态原始点有没有办法解决？有。那我们说的西医以仪器检查出异常，他们会说是疾病之一，或是疾病本身，而说服这些患者要做什么？吃药，要不然就手术。你看哦，里面很多各种案例啊，也有射护腺癌，他认为坐骨神经是因为肿瘤太大，也有腹痛是因为检查出胆结石，有没有？他也要摘除，啊，结果揉一揉就好。也有人足底痛、足弓痛，他认为是腰椎，他认为腰椎有问题，所以真的把它开了，开了，结果足底没有好，连腰也在痛，等于不处理还好，一处理反而更多了一只病。那这个异常，你看这种形形色色，还有椎间盘，你看中正纪念堂整个下来，他们也是说腰椎，啊，腰椎有问题，造成坐骨神经痛，结果揉臀部，结果一揉马上就怎么样，立即不麻，欸，这是当下。那你也看有个椎间盘突出，本来来一搏一搏的，哎，西医说要开刀的，结果揉几下怎么样，就能走了，就不再弯腰驼背了。还有一个已经开刀了，说椎间盘突出的李先生，开完之后反而情况怎么样？没有好，更加恶化，然后一直吃西药，吃到最后快洗肾了，然后他太太才找到我，我去医院，结果揉一次，马上能下床，而且好了五成。那时候我才赶快告诉他，我说无论如何，赶快出院。结果两天后他就真的出院，半个月一到完全好了，要不然躺在医院也很久了，越来越加重，都在吃止痛剂，甚至麻啡那些都在搞。那你一路看下来，还有手麻脚麻，说颈椎压迫什么，结果都是检查异常，啊，结果跟麻有没有关都没有关，有时候手这里揉一揉，然后足背部揉一揉，他脚也好了，手麻脚麻就这样解决了，都在几分钟内。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只要你用原始点按推，如果有效，这个就是他塑体箱，所有的检查全部是怎么样，都是错误的。那这样来看，西医的检查充满了怎么样，跟疾病的症状其实它是无关的啦，所以更印证了为什么哦，检查出了身体有病，检查却怎么样正常；身体无病，检查却很多病，就表示这些检查根本跟身体是两码子事啊。那治疗也是两码子事，这些都不是我讲，
都是患者告诉我的，没有一件我想出来，是原始点这样一路做哦，那这样归类下来，我 即便再笨，从患者那么多的案例，形形色色的案例，也几乎可以确定。所以我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西医要做这样的检查。唯一只能说一个情况下检查是比较有意义的，是什么？异常形态已经造成患处体伤，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，这时候检查才有意思。或是急性外伤，一些粉碎性骨折，这个灶你要处理，这样灶这个是有意义，其他我实在看不出来。那抽血这个是完全我实在要找出他的那个站得住脚的理论依据，竟然在原始点里面实际在操作上竟然都找不到，那也就是异常指数完全是无关的，是一个现象，什么现象？衰老的现象而已。